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吃饭了吗？吃，都是因为靠冷面得了。靠冷面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巧的是，这个歌其实写了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接到这个节目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歌反倒可能会更适合那个舞台上去炸一点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1910那个编曲呢，咱不做大的改动，比咱们原标配的那些就是那个编曲做的更豪华一层。因为怎么说，1910咱最开始你是觉得保险吗？第一是保险，第二是最开始准备这个打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打这个。先把两首都听一下，先看看这个歌怎么样。这个歌行的话，再考虑；如果这个歌就是不行的，咱就直接用1910就完了呗。先听一下吧，先听一下，感觉一下。想象在你想象里，如果我想象你。就如果选择1910的话，可能比较安全嘛，因为那个唱了好多次了。想象呢，其实它里面有很多，第一，我对这个歌很。就是只是一个小样，但是对它的旋律和它的一些里边展现的细节，其实我是很陌生的，而且这个难度是很高的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大的挑战。这首歌就是比较有戏剧性。现在目前你给我听那个小样了，我听总体来说还可以，就是还可以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到一个什么，就是我就啊，这歌特别好，没有那个感觉。你前面一直压抑，一直是那种。特别压抑。没有，在第二段的时候他就已经起了。是啊，先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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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到副歌的时候又收回来了。这个是一个大胆的尝试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可以放到第二遍里边，能不能再把这个里边配乐，我用电子的这个什么 loop 什么之类的，你给它铺的满一点，对，但是也给它有起来的感觉，有出去的感觉，有，也就是说在 A 的 B 一半。啊，对 ，B 一的一半的时候， okay. 我们有没有 loop 的鼓？有，在那个地方帮我贴一下。这次就真的。对，这个地方，阿哲应该可以给一个那什么。咱现在想象不到它展现出来是什么样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我们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试唱一下。太多方式换了不步，一步一步生有始。你看我。可以用这种方法，但是给它做的再优一点。就是我们在就刚才说的一半的时候，应该加东西了嘛？对，对吧？就这个歌目前先做一版，到时候我们再拿来做两首歌的做比较。对，阿卓偏向哪个？我挺偏向想象的，我觉得感觉这能那么手动吗？我受不了普通话，相声也是很土了。用你的标准普通话说明理由。我觉得这个歌，你只是放慢速度了，音调还没变。太难了。咱现在这个歌能不能，我就搁里边拿一段歌词，然后呢，我发给微博，然后来投票。结果投票结果是1910。那我们就反着选。我发微博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想要这个评论高的话，一定要放一张自拍。我觉得咱们看一下，个儿反正就定了，是吧？个是很好，用这个对，去弄，然后再想想这个舞台的造型。他那个个儿就是给我的画面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前面可以。安一点，我感觉这个歌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你应该戴个那种大帽子啊，这样的，弄一个卫衣，对，非常那种红光灯光，你那就不是卫衣了。你说那个是就像那种袍啊，对，像长袍，对，LED 棚给你设置一个大翅膀，然后一些张开，你上最好有个那个叫什么卫雅那个东西，这种上来那种，哇，你要给我吊起来，那还能唱歌吗？明天还得拍一个什么呢？拍一个打歌视频。什么是打歌视频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它是个怎么个形式的呢？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好玩，搞笑。我觉得这歌哈不能太搞笑，还是有点内容。
比如什么的，有没有你能想现在马上能想到那样的人？那种街头调查那种，咱们可以找个学校问那些孩子，你想象你有什么样的超能力？问路人啊，你小时候想做什么？最想做什么？你要问路人，要是人揍了怎么办？你就关键你问小孩，他小孩打不了你，就打不过你。只要小孩，因为小孩打不了你。对。我不是发扬两句歌词吗？一个粉丝又留言说，感觉这个绕口令还不错。绕口令，想象在我想象力里有个我想象的，可我在我想象，怎么唱？前面这个词写的有点不知道它什么意思，但是又觉得很有道理。对，好哲学。从这个粉丝这个绕口令这个上看，做一个推广的经验，大家可以朗诵一下这个词啊。行，那就再想想看看这个能不能做个什么东西。对吧，我回去想想。嗯，我也想想。你看弄一个，明天怎么也拍一个出来呗。干一杯来。就咱们俩。嗯。哦。编曲做完了呗。昨天就完事儿了。你先发给我，我听一下。就是咱现在就听吗？咱在路上听一下。我就到现场听嘛。现场。啊。设备好一点，用箱子听嘛。他发过来了3版。嗯。然后，第一版有一些想法，一会儿都给你听一下。就我们现在那个副歌啊，可能我想让他收一下。行。这两天都没睡觉，崩溃了。对。因为现在我对这个完全，这个编曲做成什么样完全没有概念。是。所以咱必须得提前，你今天咱就得定到底是用新歌还是用老歌。当然一会儿还是得听听这个新的这个啊。对。1910吧，我觉得是什么事呢？嗯，它是比较稳妥，就是比较稳妥这个歌出来，因为毕竟第一我唱的应该肯定是，就唱了好多次了，已经没有什么毛病，没有问题。对，现场什么的就肯定一点事儿都没有。是，就是你唱那个，反正那个歌已经发了嘛，发了有半个多月了吧？对，所以说别人看到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新鲜感。对，就是怕没有新鲜感嘛，就是怕。所以说在两首歌之间，你还是比较偏向。我新写的这个，对，我偏向于新歌，因为老的吧，您听过这个歌了，所以我这是上了一个全新的节目，而且我觉得这么大的平台，我觉得推一首特别厉害的新歌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但是前提是一定要这个歌咱们要做好了，那拿到这么大舞台上去展现，你不能上丢人去了毁了吗？那不会。决定来参加节目，在纠结之间，我还是要听取一些我粉丝的意见。参加一个节目叫做你都知道是吧，那这个节目代表什么呢？它是打歌的。今天我不是发了一个微博吗？你们都看了吧？选了两个歌，一个叫什么，一个就是1910啊，大家都比较熟悉嘛。这个歌有个特点，就是第一个字出来你就知道是我的歌。另外一首歌叫做想象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这歌太难唱了，说句实话就是怕演砸了。你们觉得1910还是说新歌？新歌。这样开启个投票吧，好不好？咱们频道里开个投票，你们的这个选票结果就是我将要去参加节目的一个真实决定。投票开启了啊。
一切都去吧，你就得上当。结果已经没有这个悬念了啊！新歌是16万票啊，1910是35000票，这个我定了。新歌叫做《想象》，咱们去参加节目了，好不好？